密码难闻收山脚，正牌毛巾啊！前日斗纽卡素，上半场呢一脚矛盾难接，令年仅21岁嘅韦恩前锋卡林密码难闻被狂插，佢呢脚铲落纽卡素嘅希达拉膝盖，搞到呢位纽技后卫倒地，喐都唔喐，犯规咁明显，但密码难闻冇避阻，呢度所见球证呢个距离都见唔到永真奇啊！但球证希斯自豪之衰啦，半场嗰阵纽技领队拍到 say sorry。只不过佢气难平，密码难闻下半场被换出，拍到个样几咁凶啊！呢下收山脚犯规，预料英足总将追罚联赛三场。飞台离场嘅希达拉，要扫描之后先至唞几耐啦。